兰克今夏最热血、最动感，特别企划中大叔全球巡回演唱会，唱到澎湖，除了女神以晨、辣妹 Yuna 热力演出，还邀请在地实力派团体一起同乐，并邀请他们推荐当地人才知道的哈链。哦，这我更支持一盘。我们你咬下去，海胆的香气跟蛋的那个香气两个融合在一起，水乳交融，浓浓的蟹膏的那个甜味，螃蟹的香气，全部在这个，哦，都在这里面。第一次喝到蟹鸡精，真的。那红色是什么？仙人掌。仙人掌。澎湖最有名的，哎，女少女们来会爱死。对，哦，那个紫苏的香气，生蚝的甜，又吃的那个微酸的感觉，好搭哦，好搭，好棒哦，好开胃。今夏澎湖给你多重享受，大客澎湃海鲜，轻松自在野餐，浪漫海岛音乐季，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热闹嘉年华。准备好了没？欢迎收听今天六月五号星期二的快乐两三点节目，我是罗月华。Yeah, let's go celebration! Yeah, 为什么氛围这么好？今天都开心。听说今天呢，太棒了，有一个外景团队来到了澎湖。哎呦，好像是客家一个小中人。哎，怎么会有在讲我的名字啊？真的，可以跟他对话，是不是？他听到我讲话，来到澎湖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。如果小钟哥你听到了，赶快来找我吧。嗯，找他？哎呦，哇哩嘞！我想说，为什么突然要拍？我要去找他。问题他在，他是广播电台主持人吗？对，我要去找他。哎呦，那个声音很好听，是正妹，是正妹吗？我跟你讲，一般来讲 DJ 都不会太正。钟大爷，欧北恭维人家澎湖在地 DJ， 声音可是甜到像打翻一盘子的蜂蜜，还在空中呼唤你的名，到底有啥好康要报？咱们手刀到电台见证 DJ 好惊喜了。刚才呢厉害了，在车上听到广播主持人叫我们，召唤我们，对，厉害，你看一下，澎湖广播电台就在这里，快乐联播网。在这里吗？我看过去呢，没有看到电台的感觉。对啊，只有一栋建筑物。那个建筑物感觉上是好像自己的私宅住家吧，住家，好低调的一个地方。不像，对啊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电台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发片就是会上这种广播电台。是谁在召唤我们？哎，真的有。好甜啊！真好甜哦。真的，想不到。你干嘛脸红？刚才是听到广播的声音，召唤我们的就是他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刚才在一个那个休旅车上听到一个声音的召唤，然后召唤到我们这个地方。嗯，请问你就是刚才召唤我们那个人吗？对，就是你。Oh my god！ 好美哦。哇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感觉很棒。他的声音很甜美，本人长得也很甜美。哇。资深广播人罗台长可以说是澎湖地区快乐联播网的台柱，同时也是本集特别企划的头号关键人物。对于局岛上大小活动都积极推动的他，有个小小的心愿要三位来一起完成，快来听听他怎么说。小钟哥，你们有听过珍珠岛吗？很有名嘛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日本不就突袭那个吗？珍珠港啊，珍珠港。哦，珍珠港，有在看历史课本。这个，你说澎湖有个珍珠岛，对，这个岛，居民不到100人，大概70-80位。然后他们的村长非常的热心，每天呢都要再送他们的小朋友到马公本岛来上学。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，那每天上课要坐船，像个大家长一样。哦，所以那个岛很值得我们去看。对，没错。大
昌岛是个被世人遗忘许久的内海之珠，虽然从本岛从光码头搭船只要十分钟就可到达，但以缺乏资源、人口外移严重，相对于其他的邻近离岛，名声较不响亮。唯一的小学在多年前被校后，剩下的小学生天天搭村长开的船到码头上学。这次艾万科首度登上大昌岛插旗，希望将欢乐带给岛上居民，也让大家重新认识珍珠岛。但是该怎么做呢？罗台长推荐了三位在地达人，镜花唱将、动感热舞真妹，还有热音社社花，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这次的夏日特别企划。所以小钟哥，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在大昌岛举办一个嘉年华会。我们要去跟他们合作，然后我们三个就是跟他们合作之后，我们把那些成果到那个地方去发表，跟大家同乐。哇，夏日嘉年华哎，哇 ，party， 超棒！准备好你的尖叫声，今夏最狂的热岛嘉年华要展开了。三组团体与小钟与陈优娜携手合作，珍珠岛嘉年华绝对嗨翻整个夏天。耶、yeah, ！在开始找人前，先来吃饱好上路。罗台长推荐一件正港澎湖小吃，来澎湖没吃过这一味，可是会被笑的哟。来到澎湖呢，一定要吃在地的小吃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家店不得了了，40年的老店，哇，比我年纪还大。而且这些东西呢，保证你在台湾是吃不到的。首先看一下这个面。这个是加制鱼面，厉害不厉害？看到没有？好肥大！你看这个鱼，这个鱼非常非常好吃。量好大块哦！我跟你讲，我就喜欢吃这种。第一个有嚼劲，第二个有甜味，第三个你咬的时候，它有点像鳕鱼的口感，你咬的时候那个香气会冲到你的鼻尖去，像冲浪。老板用料很实在耶。这个鱼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刺很少。它口感很酥绵哎，很有嚼劲。它的面条就像一般意面的面条，加上我跟你讲，澎湖最有名、最新鲜的就是小馆。哦，哇，如何？这样才能感觉到来到澎湖。小馆那个 Q 那个脆，加上意面那个日的意面油面，哦，还有这个汤头，自然的那个鱼汤的汤头。太棒了！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夜钓一样。夜钓，有那种 feel， 那个新鲜感就好像刚刚钓上来。超过40年的老字号，看看那鱼皮超厚，而且鱼油很丰富，一口咬下幸福满分。第一道都吃得这么满足，接下来两道可是澎湖才有的限定小吃，千万千万快上桌！我想接下来厉害，这两道小菜呢？在台湾也吃不到，你先吃一口一下，你就知道这个蛋跟平常吃到的蛋不一样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升天的？有没有升天的？升了！这不又想乖两下？我升小孩了，我升了！这是海胆吗？海胆，海胆炒蛋。太扯了吧！哎，我第一次吃到蛋里面有海胆这种东西耶，而且肉眼就看得到。厉不厉害？一般的海胆量不会那么大。因为澎湖这个地方海胆多，所以它海胆的量都很大，但随便弄个蛋上面都有海胆。对。哦，这我可以吃10盘。太幸福了！你咬下去，海胆的香气跟蛋的那个香气两个融合在一起，水乳交融，哇！海胆的味道真的太厉害了，它穿透蛋的任何一个位置。接下来，炒红科厉害了。红科。哎，这道菜也是，我跟你讲。你吃的会忘不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！哎，我第一次看到红色。他用姜丝炒进去，哇，那个海味跟那个香气，跟那个嚼劲，跟那个甜味，哦，太棒了。哎，我觉得它的那个鲜科里面都是把那个姜都吸在里面，我觉得它好鲜甜。加上它的姜味，其实有点带把它的新鲜的味道都带出来了。太棒了。吃饱，赶紧出发寻找头号在地达人，号称金花唱将，澎湖今天的 superstar 即将现身。我们的台长推荐我们一个警花，这个警花听说呢，他们呢会练团，然后这一次呢要梁以诚，你要跟他们合作。对，但我们现在在海边这个地方，
怎么可能会有音乐传出来呢？是播放 CD 的警察局吗？这里不可能，这里没地方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厉害了，我看到一个凉亭，有一群人在那边。对，听说是警花，但是里面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很正的，有个性的女生，有个性倒是真的。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？走，好哦。嗨，你们好。怎么称呼？我姓许，叫晴美。我们现在找一个警花，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警花在这里唱歌？啊，有主乐团，对，有主乐团，很漂亮。会唱歌，所以除了我，还有看到别的漂亮的人吗？哎，对，就啊，我知道了，警花去厕所了。就是我。哎，我们台长跟我们讲说身材曼妙，有啊，比我曼妙啊。阿妹姐，哦，就是你啊，就是我。哇，阿妹姐很可爱，真的，很有个性。而且听说，我跟你讲，阿妹姐还有参加我们三立的红人榜啊，对。所以我们这次来找你合作就对了。但是你这个团的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我要稍微先。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啊，班先听你们一首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没问题。你们招牌歌是哪一首歌？琴弦的黄先生。哎呀，这首歌算是经典的歌啊。嗯。哎呀，原来高手在民间，不只曾在歌唱比赛的龙头五等奖崭露头角，就连金曲歌手摇篮的超级红人榜，阿梅姐更是榜上有名。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实力还需要验证吗？快演这些乡巴佬一点颜色瞧瞧，来，情人的黄衬衫。吹了气，我跟你讲，何止可以啊，你这水准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好小心演唱会耶，演唱会了，而且你快被比下去了。我真的比不过他，他算是澎湖佳佳，真的。他的肺活量，免费歌哦。第一强棒李湾乐团有许多热爱音乐的澎湖办退休职员组成，团长鲨鱼是澎湖国际艺术交流协会理事，吉他手陈大哥现任台电主管，另一吉他手包大哥曾任大昌住宅所所长，在麦万客派出以诚来向阿梅姐拜师啦，两人将合作经典歌曲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是一开始知道要唱《澎湖湾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因为我平常不太在很多人面前唱歌，有点紧张。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啊，紧张的心情就瞬间的平静下来了。完成你平常的工作之后呢，然后你真的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面，然后你有一件这样子有兴趣的事情，想要把这个唱歌的欢乐传达给所有的人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棒然后很温暖的事。OK 吗？ OK， 可以。我前面声音会太小声。不会。唱怎么样？很好听。真的假的？唱能听得到你的音色啊。就真的唱的是 OK 了哈。OK。不要唱超难听哦。不会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我也很好听啊。不错啊，我觉得真的吗？我一直很怕我声音，就是因为老师声音太洪亮了。哦，老师声音比较高啊。对，然后我都会就是有比较闷闷的，比较闷一点。但是我觉得综合起来是很好听的一个旋律。真的吗？所以音色还可以。你的声音算是蛮甜美的，我觉得。那我们这样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其实肚子也有点饿了。我跟你讲，大家饿了，找他就对了。对，你看他的身材，知道很懂吃。很懂吃。阿梅姐，有没有什么好料的推荐给我们？我们想去吃中餐。我带你们去一家在地人一定会去的餐厅。吃什么？它里面有一个招牌菜，是没有螃蟹的螃蟹粥。没有螃蟹的螃蟹粥。那我们吃什么？这有点奇怪。你们要去看，你们就会知道。真的。辛苦了，继续练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去吃，吃完我们打包一碗过来给你。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不要太少哦。阿梅姐推荐肯定是澎湃十足啦，岂止打包，整团来吃都吃得饱。看这人气爆棚的店内，好菜快上桌喽！厉害啦，特别的海鲜餐，我们请郑大哥上菜，来，郑大哥。郑大哥。哇。海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满的。哇，你看，好大的螺啊！哇 ！Oh my god！ 这厉害，这厉害啦！这是玩具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木瓜螺。木瓜螺它的特别在于它很韧。嗯。
韧，对，它很韧。我跟你讲，它嚼劲，一般料理咬不动。它那个嚼劲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会咬咬，连假牙都掉出来。咬不完，你假牙要咬到天荒地老。我特别把它弄起，但是大哥的处理方式，他是有点泰式，然后把它切得很薄，然后加上一点柠檬下去啊，会非常开胃，好入口，对，好嚼。木瓜螺因为比较韧性哈，所以我们会加热一下，让它，哎呦，这也要加热，让它更软就对了。对，这里可以加热，这个要怎么加热啊？这个是什么？是盐吗？还是？对，那是海盐哦。哦。燃烧的木瓜螺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，木瓜螺。好，各位请慢用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老板。我跟你讲，来到澎湖就要吃特别的海鲜，特别的料理。哎，真的第一次看到哎。我跟你讲，我先来吃看看。可以燃烧，不得了。哦，怎么？好开胃哦。好 Q 哦，而且重点它，我原本以为会嚼不烂，但是不会。其实老板的刀工很好，它切得非常非常的薄，那个大小刚好，你咬下去，整个泰式的风味，整个酸酸辣辣的感觉，配上螺的那个自然的那个海味跟那个香气，哦，我觉得其实蛮好嚼的，有没有有点像鲍鱼的口感？对，很端的，对，来再端一下，怎么样，端不端？好端哦。很有嚼劲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也想吃海鲜。哇，来，一人拿一个，一人拿一个。好好好，满满的。哎，第一次把精华都捞起来了。有虾，有，我还想给我大一点的汤匙，你看看，还在跳动。天哪！我的天哪！不得了！哦。海胆那个浓的味道，你咬下去整个浓的味道，那个刷刷的感觉，加上那个鹅啊又很新鲜，然后蛋整个融在你的嘴里面，哦，真的是回到大海的感觉。吃不满足，吃不来澎湖来对。怎么那么享受啊？这是海风吗？对，有感觉到了。我就有吹到海风哎。感觉已经到了海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鲜。鲜美，大海的味道。另外在一旁吃滚滚的是铁板小卷，只加了葱蒜和美乃滋调味，就像中西合并的海味，绝配级的美味。还有阿妹姐特别推荐呢，没有螃蟹的螃蟹粥，快来瞧瞧这锅子里藏了什么神机。这里面到底摆了什么？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。我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吗？还有两层的感觉。哇！你看看呐，螃蟹是，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很老活的螃蟹哦。活螃蟹，利用那个蒸锅把螃蟹蒸熟，把螃蟹的精华滴到下面的汤锅里头。待会蒸好螃蟹以后，再把汤锅螃蟹精华加到海鲜粥里面。哇，那螃蟹再倒到旁边去啃。哎呦，这就是我们的没有螃蟹的螃蟹粥由来，就是。哇，你厉害！以前大家听过低鸡精，这个真的就是低蟹精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哇 ，Oh my god！ 看一下，哇，你看一下，哦，有没有那个蟹膏的香味 ？Oh my god！ 这弄蕊啊，是。哎呦。来来来，好，摸恰恰的哦，不会，我再把精华加进来，哎，留一点点给我，留一点点给我，我想喝那个汤，不得了了，哎呦，澎湖一定要带老公女朋友来哈，我阿内伯走哈，哦 ，Oh my god， 你会升天，真的，浓浓的蟹膏的那个甜味，螃蟹的香气，全部在这个，哦，都在这里面。第一次喝到蟹鸡精，真的，接下来厉害了，我们把它来，我帮你调，把它稍微拉拉，哎，整个加入我们的蟹鸡精之后呢，味道会是怎么样？哦，这真的是在其他地方吃不到，真的只有来这家店吃哦，那个浓，那海鲜的浓，哇，太棒了，哇，这个鱼，哇，哦，那我们再来一下，已经被包满了，已经被包围了，真的耶，哎呀，来大家挥手一下吧，哎。校长，校长，来，你喝一下这个粥的感觉，跟大家，跟我们观众分享。我们是爱玩客三立的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哇！
连我这个吃素的都很棒，对不对？很少吃到这种那么好。在其他地方吃得到吗？吃不到，吃不到这种好味道。太棒了！那今天这一桌算你的好不好？钟大爷真的很会捞好康，饱餐一顿后出发寻找下一位达人热舞大美人，当然要派出超动感的 Yuna 来感谢喽。接下来听到这个音乐呢，就知道这个老师感觉上好像蛮厉害的。听说老师也长得很辣， Yuna 你要好好学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看好厉害哟！强而有力，随着旋律摆动，他们是节奏感舞团，澎湖大小场合都有他们的踪影，嘻哈现代街舞各种舞风都难不倒他们。对舞蹈充满热情的团长郭老师，积极在澎湖这淳朴的岛上推广舞蹈及健身活动，而且还是澎湖热舞界第一，真没有。哎，是很帅气的那种舞，哎，感觉很厉害，哦。我都已经舍不得叫我们停下来，太厉害了！这种现场超嗨的。老师好，老师，郭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哇！你这个舞团大概成立多久了？三年了。三年了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们也是不是泛泛之辈。你说你教舞蹈教了三年多，对不对？这舞团三年多，对不对？我们 Yuna， 你不要忘她是什么，国光女神，她以前是专门跳舞的。那是昔日啦。我觉得搞不好她可以，她我刚才她还没来之前，她偷偷在我耳边讲说，师傅待会叫我去什么拜师学艺，我根本可以教他们。你乱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呢，我也有个 dancing 哥哥，也是很厉害。他本身以前呢，他是拉队队长。我们来这边想跟你先尬个舞。你叫你团员进来一下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康莎 of the Mill， 先派出你们的一位吧。It's big old time， yeah。出来面战啦，硬战啦！你怎么在那边躲在我们背后嘞？压走啦，不要怎么办？走吧！你这样丢人。会啦。音乐下去 ，solo。Yuna 妹妹果然要记忆才会拿出真本事，要跟爆发力十足的节奏感舞团携手共舞，肯定很有看头。先来看看 Yuna 排舞的状况，哦呦，节奏律动，性感走位，这道地板动作都难不倒 Yuna， 不愧是科班出身，不到一小时就学会喽。看我的，看就知道，好爽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在这不到一个小时学一首舞，真的是，哎，蛮拼的。我看你这么认真跳舞，我觉得你应该是带来一个生命在跳。对呀，你应该是，我觉得你是想，你就是想把老师比下去。没有，不敢，我不敢。但是我不想漏气啊。你全身都流汗，就大家看得到你的努力。现在练完之后呢，我一定要请老师推荐一下在地美食，因为我们跳完之后肚子有点饿，尤其 Yuna 现在饿的乱七八糟的，对呀、啊，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我要推荐一个，就是我们在地澎湖人都会去吃，小朋友下课也会去吃的东西，叫做韭菜盒。老师你太没有心意了。韭菜盒不是一个对啊，对啊，韭菜盒这么普通的东西，里面就是包韭菜呀、啊啊，这种东西我们台北也很多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值得来到澎湖带我们去吃那个东西吗？
耶、yeah, ！三位可别小看这韭菜盒，运动后吃这个实在适合。不过主打纯手工制作，全程无油干酪，外形颜色独特，其他地方看不到，内馅更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澎湖在地味。哎，这东西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饺子皮儿，也有点像馄饨。他这个格子很可爱，他说 live 直播哎。你看这个直播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像在电视机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好，哎，他可以，哦，他在那边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很特别，你这个是韭菜盒啊？哎，为什么有别的颜色啊？因为有一个就是我不小心割破虫，然后流的血就变颜色了。哎呀，所以你的血融入在里面变粉红色。你的血型是什么血型？我是 O 型。O 型，啊，听说啊 O 型大家都可以接受。是 O 型的吧？为什么是 O 型？你是 O 型。对。一般韭菜盒子它都是用煎的，油很多。你这个你看。你这是干煎吗？对，哎，这完全没有油，不烙的。我们干烙的，它吃起来不会油腻，就算放久了，它吃起来是干爽啊。对，这个饼皮就会很正点。那为什么它是绿色的皮啊？因为我们融入了海菜皮。哦，海菜、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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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风飘扬。海草、海草、海草、海草。浪花比舞蹈，我们在海岛有没有海草？海草就是在那个大海的感觉，很棒。这间店就位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同学下课超爱来一份 Q 弹干酪不腻口的外皮，还有仙人掌口味缤纷的粉红色，绝对融化不少少女心。也有大地色系、当地海草风味，传统小吃不断创新再升级，更不用说内馅还有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哦哦哦！你就修哎！哦啊，滋味喷出来！哦，好烫，爆浆。好可爱啊！怎么样？好好吃哦！谢谢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瘦肉，它那个酱有点像那个我们一般吃那个烤鸭蘸的那个酱。它甜面酱。对，有点像甜面酱，所以它放了一些小黄瓜，然后去一下那个太甜的感觉。OK， 你看，它的皮非常非常的薄，哇，越嚼那个海菜那个香味越出来，最主要是它的料给的很多，里面都是肉。肉好嫩，很嫩，对不对？很嫩，它外面很好，它表皮虽然干干的，但是它里面的肉汁很多，所以看这个合在一起是非常有味道的。嗯，哎，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什么是紫薯什么口味吗？那红色是什么？仙人掌的。仙人掌。仙人掌。红。仙人掌汁是不是？对。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就是粉红色。就是红色。红最有名的。哎，女少女们来会爱死哎。对，看一下里面包什么。你会吃的太幼朽了一点。哦，里面真的是韭菜。我要细细品尝。嗯。哎，它里面料很多，你看它的皮跟它的料，它的皮像薄薄一层冬粉，然后还有韭菜，还有豆干，是蛋。哎，我看一下，这是蛋，这样蛋好像豆干哦。我这蛋有点像玉子烧的那个蛋。对对对，哦，玉子烧蛋。你看这个料多实在，而且你看它，你刚刚一咬了一小口。整个韭菜的那个香气都已经喷发出来了。第三个口味我们要试了吗？好，什么口味？还有第三个口味，哇，好多个口味啊！德肠所，对对啊，这里有德国肠、小肠、香肠、所望盒、所望盒就是一个，把它锁起来，锁好望来。这是凤梨，好香，好好看，好看，哎，这个根本就是那种，什么夏威夷。葱抓饼式的披萨，里面有 cheese， 有那个香肠、凤梨，然后那个甜味就很像夏威夷披萨的感觉。它 cheese 好浓好浓，它完全是不手软的那种给 cheese。澎湖海味版的韭菜盒，炎炎夏日来上一块，吃得爽口又轻松无负担。来到海岛旅行，怎么能少得了海景民宿嘞？艾文克今晚就是要入住超想家的温馨豪宅。你来到这家民宿，它这个算他们民宿的一个招牌。它的狗狗呢，不管是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看到它都会想跟它玩。他们叫豆豆啊！啊！我跟你讲，男朋友就要找长这个样子的，忠厚老实，这一种就最忠厚老实的。好，豆豆哈，豆豆乖。接下来厉害了，接下来参观你们的房间。听说你们的房间有无敌海景，真的？羡慕吧？有没有男人在里面？有，小赖。里面的海景是很漂亮，进来看一下。哇！我喜欢这个
就大惊小怪，我跟你讲，它这里的阳台才是无敌的，哎，好宽敞哦 ，Oh my god！ 我跟你讲，你住进来这一间的话，基本上就看不出外面的了，哇！我闻到大海的味道了，有闻到哈？海味哦，哇！这里一看过去。可以看这个夕阳，然后看到一片大海，心情整个都很好，对不对？好棒！我是清晨的阳光。早上的时候把这个早餐拿到这里来吃，晚上的时候跟朋友聊天，吃一点小点心，小酌一下，整个心情来到澎湖就是放松，放松。还有这件超适合闺蜜旅行的双人房，姐妹共进泡汤，友谊更坚定。接着我们刚登上小巨蛋演唱会的小钟哥，将和全局导最青春的澎湖科技大学热音社合作演出，整团女子排开，年纪平均20岁，快让中老爷感染活力热血吧！曾经参加过哪一些活动，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？讲一些比较厉害的花火节，哦，澎湖最有名的传说中的花火节，你们可以在那边表演。对呀，啊，哎，不简单哎。那光说不练假把戏，对，你们到底实力到哪里？你们可以先唱一首歌，我们大家观众来听看看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啊，看我们到底这个验收一下，还验收一下。很有心哎，他有在做功课，嗯，所以说基本上哦，恭喜我们这样可以合作了。中老树那么容易就被收买啦，学生们特地排练你的新歌也超用心的，年龄不是距离，爱好音乐的热情让双方迅速敲定这首用真行，哎呦，很让人期待哟。哪里有 CP 值超高的美食？问学生最知道。现在热映社的同学们指路，我们来到澎科大堂，一场年轻人心诚美食。哇，欸，很棒哎！这个情侣啊，男男女女都可以来这个地方。这个草原好大哦！哇，欸，来这地方也可以，来这地方也可以遛遛狗什么的，散散步。对，可以带宠物，可以在这里翻滚，有没有？来，那我翻了。好，为什么没有人假的？哇耶！哇，很优雅的声，哎，这段影片剪给我。前车前侧翻。哇，优雅的身材，哎，这个地方就躲在家。这个地方会让人家开心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来这里野餐吗？对。这是你们的狗狗吗？是。好可爱哟。哎，所以说这里野餐，这里他听说这里可以吃到一些创意料理，之外还可以吃到海鲜呢，啊，这么特别。对，而且澎湖在地啊，真的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个艺人？谁？林强，很像林强。林强是谁？唱姜子牙的。礼拜五跟我们去大昌，你来唱一下《珍珠岛》，来唱一下。你哎，你唱的句那个。哦哦，用真行，过几下，一二三，哦，用真行，啊，你讲回来了，而且你看，它这个地方呢很棒，它这个menu 呢，它用这个旧的这个旧式的窗，哎，很有这个文创的感觉，文创的感觉。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称呼 ？Rachel，Rachel 你好，我们是哎爱玩客，我们听了这个澎科大的同学推荐，他说你这个餐车啊，吼。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受欢迎，而且非常非常的特别，你们的料理竟然可以吃到海鲜。对，我们就是全部都是以海鲜为主做料理，就是以澎湖当季的海鲜，因为就是已经待在澎湖了，就想说最有特色的东西。对对，看你没想到吧，你来到这个餐车可以吃到柚汁牡蛎五颗。你这里有租借垫子给人家吗？对，就是用餐的话我会有垫子可以坐。所以说，各位观众，你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你不需要带垫子，你就可以享受野餐的感觉。对，在这里一整片呢很空旷的草地上，然后也没有看到很多人，然后可以看到蓝天白云，哇，太舒服了。然后我们来到这边还可以吃到很特别的东西，来到澎湖一定要吃这个海鲜，就是生蚝。最主要它是柚子口味。我第一次看到生蚝是配柚子的那个柚汁，是吗？对，然后还有上面还有那个。
紫色的腌萝卜。腌萝卜，哇，你看看，好肥嫩。哇，肥嫩的感觉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，那个紫苏的香气，那个生蚝的甜，哦，再柚汁的那个微酸的感觉，好搭哦，好搭，好棒哦，好开胃哦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柚香把那个它的腥味都盖掉了，所以怕腥的人其实完全不用担心。接下来，看这个头，你有看到？嗯，哇，你有看过这样子的汉堡？整只鱼哎，尾巴在这里，你有看到？哇。一整只哦，真的是整只不骗人呢。一整只鱼，然后整个炸出来之后做成的汉堡，来，它里面包的好丰富哦，而且它已经帮你去骨了，嗯，很贴心，而且很好吃哎，嗯，它里面加的是青酱哎，很，所以意式的感觉，美式意式的那种感觉，嗯，而且里面的鱼肉真的很软嫩，它是一整只鱼去炸，以前我们会可能只。取鱼的部分，对，所以它你可以吃到整个鱼的感觉，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。哦，然后最主要是这里的鱼又这么新鲜，一般的话很少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的鱼，太棒了。体力补充完毕，三组达人也都到齐啦，咱们包船准备登上珍珠岛，沿途玉娜妹妹不断趁空档练习舞步，就怕会漏拍，吃饭时间也分秒不浪费，风光明媚的星期五，崇光码头集合了三个团队，加上爱玩客所有人，准备好要到大昌岛一探究竟喽。终于来到大昌啦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很棒，它离澎湖本岛差不多10分钟的船程，然后这个地方很漂亮，很天然，然后人不多，然后找到这里在地的陈大哥，陈大哥，你好，可以稍微帮我们简介一下大昌这个地方吗？大昌岛是，早期很早就有旅游业了，对，那它有水上活动，有浮潜这些，然后还有这个潮间带。哦，那我们来这里稍微逛一下，听说这个稍微逛一逛，大概10分钟就逛完了，没有错，这么快，非常快，哎呦，哇，环岛只要10分钟，对啊，环岛的话可能要花上30分钟。球场大的小岛，实际上大概只住了80几个人，还包有小村落的淳朴样貌。大昌岛上唯一的干妈店开了好几十年，代代相传到现在，里头什么都有卖。旅游旺季，还有许多游客会在岛上玩水上活动，可见岛上魅力无限。这里的所有的朋友们呢，住在这里都是很轻松。对。对，步调很慢，嗯，什么烦恼都没有，没有压力，而且街坊邻居感觉感情会很紧，对，感觉就没有小偷，不用怕晚上没有锁门都不用怕。而且我们担心晚上应该没什么人，晚上会有人来吗？不会，比较少，没有人，根本、就是、完全没人。意思说我们晚上那边唱歌不会有人来，今天我们去拍一个。哎，帅哥，我要去闹了。哎，今天晚上5点你要来看吗？等你哦，你的脸就映在我的眼睛喽。认得你喽。等你哦，5点见。哎，都全村都走了一圈了，路上村民寥寥可数，嘉年华没人来怎么办？赶快请村长借我们广播号召一下啦！我是小钟，今仔日阮爱玩客来到大昌这个所在，足欢喜的，因为暗时咱要来表演有 Yuna。阿武、梁以诚来的所有的我们的乡亲朋友，只要你出席的话，奖金6万。6万，通通跟小钟哥、跟小龙哥一样。就在此时，浪漫温馨的海边小舞台架设完成，现场越来越热络，聚集许多人要来领6万快乐。应该是 super 热情的大昌岛民，夕阳西下，珍珠热岛嘉年华即将展开。欢迎大家，欢迎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参加今天三立爱玩客节目的大昌嘉年华的活动。我们赶快来介绍小钟哥，还有 Yuna。哇，今天很开心，大家来参加我跟梁以诚的婚礼哦。哦，你穿的跟新娘一样。哦，你没来结婚了啦？啊，很重视这个活动啊。你很重视。对啊。真的很不错，梁以诚漂亮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那一开始呢，我要跟这个彭哥大非常优秀的同学们。然后一起来合奏一首歌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彭哥大的朋友们。接下来呢，很高兴
跟这群那个澎科大的同学呢有一起合作，然后充满这个年轻跟朝气、啊、看到所有大昌的这个朋友，还有来这个大昌玩的朋友，还有在这里服役替代役的这个小玉，很开心。小玉，我跟你讲，不然我们要合作这首歌，你来点啦、啊，点一首歌啦，什么歌？用剪牙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这样，小玉就是捧用剪牙，用剪牙，我要听到尖叫声。像是送给大昌的初次见面礼，台下每个人展开笑颜，双手打拍子，还有人超嗨跟着大声唱，音乐的魅力将现场所有人的心凝结在一起。准备好了没？和节奏感舞团一同热舞，现场尖叫声如雷，手机早就握在手上猛拍，准备点燃嘉年华的热度啦！ So sexy。表演的感觉就是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鲜，因为我没有在海边表演过这么的近距离，完全是没有舞台，然后就是这么近距离跟观众互动，大昌这么漂亮的地方，然后表演了一个这么有活力性感的舞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很棒的经验。掌声加尖叫！好，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可以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外婆的澎湖湾，我相信大家大家都会唱，好，我们一起来随这个音乐来摆动。用幸福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这些岸，只是一片海。真的在开场的时候，其实我还蛮怕大家会不会很热闹，因为毕竟我也不是那种很会带动唱的人，但是我觉得阿美姐很厉害，是她就是用那种在地人那种淳朴真诚的个性，就是感染给大家，所以当大家一起站起来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唱的是一种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感觉，所以整个唱完了，我其实心情是觉得很满足，我觉得我们有这一次合作机会真的是很棒的事情。加吉他，我们三蹦欢乐，放声大唱。接下来的热岛嘉年华，不仅因为三组达人的热情，还有全澎湖的活力四射，让村民们兴奋大笑嗨翻天。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出发来澎湖，感受这美丽珍珠岛的魅力。